25日晚间，二姐将会在网络上发文透露，收到周杰伦送的儿子的蜜月油饭，表示晚餐就要吃这个，大赞杰伦好贴心。原来杰伦是根据台湾习俗，家中若生男宝宝，满月后就要分送油饭给亲友，跟大家分享喜悦。二姐还意外爆料，当昆凌问小周周谁最漂亮时，可爱的小周周立刻指着二姐说：“姐姐。”四巨头的二姐开心到不行，开玩笑表示自己当晚超自恋，狂照镜子，